前些日，有关汪峰上头条的话题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，很多网友也都参与进来，为汪峰鸣不平。昨日有摄影师曝光汪峰照片，照片中汪峰摆出各种帅气造型。照片曝光后，网友却纷纷调侃起汪峰来，称王力宏跟李云迪同天宣布恋情，霸占了各家媒体的头条位置，汪峰又白爬了。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，谁知道